我在打字，结果你都这样子样子，是这样子拍的。发了，这边的第一个扣，第二个人，不懂啊，第一个、第二个人，哎，第三个，毛巾给我擦擦，很紧张啊。给我讲中了，没有体力了。他，嗯，还在这进攻啊，然后对手是一个耐拉的，然后又是 defense 的 ，defense 那赢了。啊，可是自己 miss 带也不可能了。不能聊。他第二场不赢，第三场应该直接输啊。
啊，对手好像也是不耐啊。不懂啊。出来声音，出来声音，输，惨了，这样只剩 W 了，还有一个德宏，还有一个 K， 你这样的。真的很关键，我不看。不懂，很像决胜了。决赛？决胜了。很像最后几滴啊。19 哦，19平哦。他，你看他不要给他主动啊。